好香啊！这次就原谅你了。分析员，我问你个问题，无论你想到什么答案，都要告诉我。你觉得，如果我没有成为天启者，我们还会走到现在吗？我也觉得，命中注定的。因为今天太高兴了，就在想我幸福的原因果然是你。以前总是想争第一，但现在我不在乎名次了，你猜猜是为什么？对呀，什么第一第二才不能定义我呢？因为本小姐只要做你心里的唯一。你也是我心里的唯一，以后你也要永远陪着本小姐哦。不仅仅是战斗，还有我今后的人生，你也要负责分析和引导哦。会是我一直都在期待的那个吗？这样，你就属于我了。这次我真的赢了哟！可别弄乱我的发型哦。啊！真是的，摸之前要说一声吗？分析员这里也有点乱了。接下来的可就不许你看了。你在想什么？接下来想干什么？你欺负人。哦，想看什么姿势呢？
你觉得怎么样？好险！啊，现在还不可以。啊，很舒服呢。再多摸会儿吧。啊，都干嘛呀？哼。别这样盯着我看了。你也闻闻看。好香啊。久等啦，今天可要让本小姐尽兴哦。攻占所有的舞台，本小姐现在想要攻占的只有面前的你。有了你以后，我已经是世界第一幸福的女孩了。分析员，不许眨眼哦。从今天起，本小姐的一切只属于你。不许把本小姐换下去哦，至少今天不行。
这是独属于我们的舞台。登场了吗？你们早该退场了，目标达成，理所当然的嘛。我赢定了。真的得我上了，来活了，别拖我后腿哦。小姐居然在你后面出场，这次就算了。绝不会把你让给其他人。